交通部公路总局宣布，李亚克市到九月三十用电子票证，包含航空起付，错48条台湾护航路线，做了票价大五折。评论站政府高级主任肯定快线的业者还推出加码，然后又给付超多，日本东京送你5日酒，落很准肯定的相机旅馆取消签证包装等，加起来超过1,800,000的奖品。肯定给蓝天批坏，做得本厉害，暑期心情替大家释放压力。民众受到疫情影响，协调救援。暑假多的对肯定给饭店还有民宿给订房率来看，有很多屏东观光有疑问。目前的订房，7月份的话，大概假日的话，礼拜六都是满的。那我们的平常的话，大概都50%以上。肯定快线暑期半价送好咖，100,000好礼。屏东快线是公路总局台湾护航48条路线中最受欢迎之一，配合交通部观光局观光产业振兴方案，暑期露天子票证初查的上班价，给运业者在加码送旅客一百出奖机会。我们奖项呢，包括日本东京5天4夜的7+9自由行，是双人份哦。那我们目前规划的是送出5组，我们会搭配7月15号交通部观光局的一个活动之后，我们会提出我们屏东县政府非常好的一个抽奖措施哦。记住，越抽玩得越多，越有机会抽到。屏东县政府高级处处长王国维表示，肯定是台湾观光发展的指标，肯定快线的班次对青年分开时调整到明年41班，大宾馆利用的人潮系统性的增加加班差，今个路等疫情正式解封。下个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。